上酒，千里共婵娟。我是军中情人，当迄个李亚军。我是梅兰伯啊，陈梦贤呐。还没有搞吗？过来。明月几时有？啊，把酒问青天。破声想细声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啊，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胡章，人有悲欢。中文卖得落后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缺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阿里阿多，现在我北京好猛的两个猛狗，来，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是吗？啊，你公司？我们公司啊，梵语天阁啊，因公司殡葬业，你是看了吉凶的呀？哈，来，这杜新田我怎样？你想？哇，我军中情人啊。我邓丽君呐，那摩羯君小姐有刚张 M 字腿吗？对哦，还一直啊啊叫的，不要污蔑人家，你军中怪人了你。陈梦贤模仿邓丽君从讲话一直到访英台，预备，请。大家好，我是军中情人邓丽的李亚军。啊，大家好，大家欢迎来个暖暖来这给我看。我唱歌敢有好听啊？我来拢无婆声，你要死啊你呐！嘿，不是我那么多，我阿姨你们都大些声。哦，恁阿姨哦，阿姨拍摄呢。我有什么歌啦？不然邓丽君，不然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啊，等下我要唱一条，或者这歌戏的歌戏调的，我袂使唱的，这黄梅调啦，歌戏调。哦，黄梅调，讲好这黄梅调。诶，放音台啊！我哦，唱看麦啊！啊，你嘛给我听看麦啊！吼，掌声给我鼓励一下。梁山伯啊，一心要把音台放啊，音台放啊，离了书房下山岗啊。下山岗，下山岗啊！放音台呀，素假装，眼前全是旧式样，回忆往事心又狂，竟不知她是女红妆。了城，我过了关。他说为妻子爬山下，做那比目鱼儿像兄弟一般养。子女会有老狼啊，庙里风秋黄。
装渐渐啊猜不透。哦哦，我是个大笨，我是个大笨妞，啊大笨妞。哎，孟贤，你也看起来了。一杯，掩口而笑。掩口啦！掩口。来，你去讲出来。来，一杯，掩口而笑。救人哦！救人！啊，边啊，这个是失卡哟，还是憨气？你是靠腰啊？没有。陈英杰，陈英杰来啊！陈英杰来啊！哭嘞！哎呦喂！哭嘞！我陈立黑，我是为难伯啊，陈梦贤呐。哎呦，粉丝要这啦，做梦都会显得梦贤。这里是什么卡小哈？你这是在边啊？无啦，今仔好安尼秀场的天王天后拢伫遮啊。对，难得这个机会，我两个要来拜师学艺啊。要来学西。啊来，你这个媒人婆嘞，哈，你装个安尼，无你嘛做一个媒人婆 IQ， 恁做嘛看卖啊？媒人婆 IQ。是啊。爱示范一个啊。好来啊。我今仔就是要来甲恁拜师学艺，啊恁甲我看卖啊，看有进步无？懂嘞。好来。啊，这时阵看有人做一下新郎甲新娘。诶，亲戚五十兄弟八十朋友一百，大家阿妈大家好。啊！是拢困呀嘞，较大声嘞。迄拢亲情啦，你看靠礼貌嘞。无礼貌。今仔吼，今仔这个良师，叫你良师。啊，人讲吼，人是咱咧讲啦吼，结婚吼，就是女人想开了，啊，男人想通了啦。吼。无啦吼，今仔吼，我甲你讲，你甲看卖啊，这个阔户，甲这个翁户。两户来合婚，一定必祝有千孙。首先，安来介绍今仔这个新郎官，你看，新郎生做无成人，规个面条我吃个咸腐人，我先把我吹一个。啊，你个吹婆啊！新娘，听好嘿，新娘生做真正水，半年也无化妆，袂输那贵嘞。厉害呢！啊，最后吼，要祝这对新人甲所有观众朋友，会当一帆风顺，生意兴隆，三阳开泰，事事如意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七高照，八七六春，九九团圆，心转心地呀！哎呀，帅呀！哎，是，哎，我是第三摆甲人牵伫个只，有人咧讲话，我就艰苦。恁两个重点伫个吃吃亏。心嘞。好来，我信你啊，你信我。你甲我信来。双人性感舞蹈。Oh yeah。哎，老给西。好，行了，祝你开心。还没有搞吗？过来。你是？水。你是个蛋壳洗衫机哟。胖个贵州回去，什么物件拢造出来啊？这是羽毛哦。这装扮艺术是。看我今仔穿个呢，当然是要向当年上届穿的铁西玉玲珑致敬啊！哎呀，今日两个主角来个现场，甲咱评分一下。好表演哈！将来呢，这档再交予您哈。没问题。来，拍只扑克的。欢迎新华，叫玉玲珑啊！这是古锥啊，打鼓啊，爽！卡里隆，卡里隆，卡里隆。祝恁大家拢快乐，欢迎来新欢，百万有联动。是哩，我那是要讲头机，目屎是陪袂你啊。首先，咱先自我感激啊，五奈，什么电视台第一苦段，受主四个，
这时阵应该要抱我声才对啊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谢谢露娜，真好啦，真多谢。啊，要比，大家来比，怎样？你是谁啊？所有安九如乡的所有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三立电视台第一女主角金珠四个。哎呦喂啊，三立是拢无人啊，是，我请你来了 N 八点档，是讲现话，是安尼是，自从咱两个出道了后，真侪人拢讲，哎、欸。咱两个到迄个十多年前，迄铁三角玲珑非常的惨唱，但是要借着今仔日这个场所，要甲大家讲，阮是完全无共款。当然哦，因为阮是新版的。是。啊，讲到吼，较早迄个铁三角玲珑。是啊。哎呦，迄已经过时啊啦。啊，唔单过时呢，你甲想看嘛，以前迄两个女、迄两个主角啊，迄两个包啊，一个吼袂输那高，搁咧过两个蹦卡。哎呀。啊，一个迄、那个面。看过去。洗手袂输那一块蒙白，对啊。这种的讲会使出道，你甲人做艺人，哎呦，真是非常恐怖。我甲你讲，迄人无成人，鬼无成鬼。而且话过讲到当来，迄组的吼，迄组吧是坐咧谈，迄种吧，桂枝吧，是坐咧谈，咱两个是徛咧卖啦。所以呢，今仔日非常欢喜来到九如这个所在徛边，所以呢。阿姊呀，徛台徛台，徛台徛台嘿。安头那伫后台，不是讲安好好无简单来到屏东，马上是安两个故乡。是啊是啊，安今仔爱行气质的路线，是讲很美。不敌今仔你来到这个所在，有何贵干啊？哎，阿达团阿叫你靠气质的尔，啊你们连咪叫你干男干气。这个什么话拢无？这个气质上较济。气质气质。是。阿姊，我甲你报告。什么款？我今仔来到屏东的九如乡。人讲九如的雷蒙众人知，是外销通路全世界。哎，啊要吃雷蒙，就对家来，予你吃了。欢迎。爽快快。啊，我先甲吹落一个。咱照下面安尼讲是真有道理。阿姊，怎样？爱气质。哦，那听咱讲啥？我讲，那照下面安尼讲真有道理。人咧讲，内蒙的营养真正赞，食了会水，阁会瘦，亲像素猪我这款，互你大家查甫人食了拢讲赞啊！阿达天地良心哦。怎样？阿姊呀、啊。是。你讲迄种话，拢袂惊迄个雷公甲你做记号哦、喔。无啦，我是讲吼，我食到遐尔食水，拢是一条雷蒙食真济啊。啊是讲讲也真奇怪，咱两个今仔是即栋的主秀，为何拢无一个主持人出来甲咱两个访问咧？讲嘛得对，对啊，真无意思。啊，讲一步啊，讲到拢准备煞去啊。哎，主持人阁出来甲咱两个访问。主持人在哪里？主持人在何处啊？哎，你煞呀？哎煞。来来来，快点啦！我今日就好你面，老拄食迄，或者老花吼，伊食是一种神奇的药粉。咱人那年纪愈大吼，迄个胶原蛋白会一直流失去，一时阵人呀，走路伊就会起哭叫。这时要安怎呢？啊，拄喺神奇的药粉内底。有这个胶原蛋白会当补充哦，而且这个姜黄素、姜黄素，你念一遍。姜黄素，你不可能会用讲话去念念。姜黄素会当帮助人体来吸收，而且呢，要早出门嘛，非常的方便。油分啊，也袂去卡到咱大家脑后，大刚一包，保证让你走干哪。背的，好、哦，下阵娘娘服务专线伫遮，卡会通我叫你阿公，食了你就一拢一直走，你就会跑跑跑，大家向前跑。跑跑跑，向前跑。经过小巷和大道，跑跑跑跑向前跑，困难见到闹跑跑跑跑跑向前跑，珍惜一分和一秒，跑跑跑跑向前跑，目标就在不远了。不怕困难，不怕跌跤，
在不远。